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明老师。好了，首先呢，双手往上，手这样抓，抓的同时右脚往后，一、二 M 的时候，把右手抬起来，右手开，二 M， 好，所以右脚往后，一、二 M， 三的时候呢，左手往你的左边推，右手绕一圈，二，然后身体稍微往下面蹲。右脚往前的时候，重心在左脚，往后两下，左手就比一，然后再一个打开 ，pose 了的时候呢，右手放在你左边肩膀上，然后重心在右脚，左脚要往右弯，所以开始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完了之后呢，把你的左边肩膀往后推，推了同时。把你的左脚一起往前伸，好，往后推，把左脚收回来，另一个脚垫。好，右脚往前的时候，双手往前带起来，右脚收回来，放在嘴巴上。这时候将你的一起的右脚一起收回来。好，再来把你的双手这样子打开，打开同时我们做一个这个开脚的动作。好，所以开回来我们是开开，脚是一个开合开合。然后会有点往你的左边一起接，开开合，好，然后再手往右边，再绕半圈，摆 pose， 一起甩，往你左边，好，所以呢，两拍接下来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，好，完了之后向你的右边转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转半圈，半圈的同时身体向右边转过来，好，双手一起抓，从小喵喵一根一根收起来，这时候呢屁股绕半圈，向你的左边逆时钟转一圈，所以首先转过来，屁股绕半圈，再来从双手往前推。往前跪的同时，右脚多起来，左脚有个垫步勾。好，来勾的同时，手从前面一起带。好，右脚放下来的同时，左脚出去，双手打开，往上，然后手合起来放头的同时，屁股往右边慢慢蹲。好，所以这个八拍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然后提一二，所以七八下来还在勾，一跟二还在勾，三四的时候三，双手打直，左脚往上点一个上推动，往后点再一个上推动，三四，好，然后手比一两下的同时，左脚蹬一蹬的时候，把你的右脚一起抬起来放前面，好，手就一个上下上下，向你的左边转。所以我们刚刚这边八拍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四个八接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